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Puff 团 Puff Studio， 我是祥林。那这一集呢是第30集了嘛？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这一集结束，我要看我接下来录的状况如何了。那么在我上一集呢，终于啊，这个东西呢又再一次的回来了，然后我们的收取暴力呢又开始了嘛，对不对？所以呢，现在每天的收入是多少？我不知道，我才刚进来哦，所以。我也忘了我们的这个现在一天收入是多少。那我们现在呢，人口呢已经到达了96个人啦。对的，没有错。我后面呢在这边又站了许久嘛，然后结果人啊就开始搬进来，然后人口就到了现在的96人啦。所以说，应该会变得更卡，没错，因为我们有96个市民在这里面了。96个市民在我们的这一些地图范围之内呢，晃来晃去96个市民。有两个人结婚了，所以他们可能会住在一起了。如果说他们两个人住在一起的话，就代表说又会一个空的房间出来，所以就是说又会有一个新的人搬进来。或者说他们原本就同居的话，应该就不会啊。不管怎么样，哎，对了，我们去看一下说那个汉堡店里面有没有制作出来的食材还没有卖出去的。有，我看看我们能不能吃包薯条，所以我们就拿个薯条在手上，看能不能吃个薯条。然后我身上有这么多的原木呢，主要啊就是想要盖那边的东西。但是我看现在人口数已经到达了96个人了。如果说再盖下去，哎，果然有人进来了，所以又要有人新的人搬进来了。那么就是我所说的，这边如果再盖下去的话，又会有十多间啦，应该会有十多二十间吧。那这样的话，人口数就会非常非常的多。虽然说也可以这样子，没有关系啦。但是我想要呢，就是先赶紧啊盖那个别墅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先挖了，然后带着走。这边的东西的话，先放到那个箱子里吗？还是等一下？哦，现在是每一天收入742块钱啦。非常多了，每天收入这么多，真是太棒了，太美好了。那等我肚子饿的时候，我看看能不能吃这个薯条。可是我们很辛苦弄到的这薯条。现在的话呢，就先把这些石头先转移一下，然后把它给劈下来，然后先看看那边吧，应该会有多的一些材料才对。哦，果然有。那我身上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实在太多了，这个先拿掉吧。这边都先拿一下。好，那我们就到时候看看状况吧。如果说公寓那边真别墅那边啊，不是公寓啊，别墅那边如果真的盖太久什么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思考说这边呢要不要干脆也都给它盖一盖，然后反正人口数量可以多一点嘛，然后让这里面也可以多彩多姿一点。像这个好像常常很多有一些那个没见过的皮肤啊，也都开始出来了。之前没见过的皮肤也都开始出来了。最重要的是，我看到有一个他的皮肤是路易吉。路易吉在哪里？路易吉很跑哦，路易吉在这里。路易吉有没有马里奥啊？我想要看看有没有马里奥。哦，薯条可以吃了，看薯条。等一下肚子饿一点，再看看薯条可以补多少饱食度好了。我在想补的应该也不多啦，应该还好吧。补的应该不会太多才对，反正他应该不会比补的比那个肉还要多吧？还是我不能吃啊？可以耶，哦，三格饱食度啊，还不错啊，哈哈哈，薯条居然可以补三格饱食度，哎，他的真不愧是薯条的热量啊！薯条热量印象中没错的话是非常高的，他应该也不算是那么健康的食品吧，所以好吃是好吃啊，但是尽量说不要说每天都吃啊，吃太多这样。不太好，然后我们就先选点，这边有个水池嘛，在这边，然后后面这边呢也有个水池，那这边有个水池的话，我们看看能不能说在它的旁边这边盖一栋别墅。那当然的话嘛，我们要算一下距离喽。SimU Craft Building Constructor Activated。那我比较担心的是说那个别墅的部分啊，他都会先把外面先圈一圈，圈一圈很大地，然后里面中间才盖一个房子。那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他就刚好就会圈到这一边来，也就是说这个池子就不算那个别墅的家。反正不管怎样，我们先要盖别墅的话呢，我们先第一个，我们先找那个等级十的就先过来好了。然后要别墅的话是什么啊？那个别墅的英文是什么东东？
在这里面，也就是说在 Residential 这里面，也就是在可以给市民们居住的地方里面，目前看来只有这两个别墅是可以让市民们居住的地方哦。这两个看起来我不太确定说档案会不会有问题。哦，这个是庞大的石头别墅，石头别墅啊，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吗？石头别墅二十哦，我们看一下二十，哇，那我直接从这边开始数过来好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可能要到这里来了，把它搬到这里来好了。对，箱子隔一隔再过来，或者是说箱子隔两隔这里好了，空间又大一点也行啦。这里哦，开始卡，开始卡。我不要种子，那么后面的空间看来是绝对够的，绝对够盖这一个了。那我们在这边先盖一栋看看吧，看看盖出来是什么样子哦。那这个也要把它劈下来。再把它雇佣过来。所以这个巨大石头的别墅先这边给它盖下去。那有个重点啦，就是说我们在看材料的那一个部分啊，会出了一点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哦，我的天啊，它盖的速度真的好快啊！它盖的速度真的好快哦，它需要石砖啊。它需要石砖的话呢，我们好，我们去拿一些石砖给它。我看它可能会，它可能不一定会需要说这些原木吧。那不管怎样，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先在旁边呢，在它盖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在旁边也选一个地方。哎呦，这么细，那不然我旁边这边先塞一个箱子好了，然后我把一些这个都先塞进去，身上的空间留大一点。OK， 这里算是别墅区施工当中，所以这边这一个湖是给这个别墅的嘛？那旁边这边呢？哇塞！哦，这边这一片实在是不太妙啊，不太妙。另外那个的话，它的宽度是多少来着？刚看好像是14左右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差不多可以从这边开始盖吧。那它的旁边的这边有一片，那边也有一片。如果它的宽度真的是14的话，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叫这个等级5的。哇，它快要选不到了，有没有？它已经快要选不到了。只要那个英文单字在 H 之前的多一点人的话，它就选不到了。哦，对，这个14，它是14乘以26的，乘以8的。所以我们叫他过来盖一下吧。那不知道他会需要什么。然后呢，有人在说我们的语言啊，只要切换到英文的话，切换到英文的话呢，他说就会看见那个需求了，就是那个需求表好像就会看见了。如果说盖成这个样子的话，好像没有。那这边呢？我们看一下，看到没有？它这边就会显示出来它需要什么了。我们只要改英文，把我们自己游戏的那个语言改成英文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些需求表。但是我们在中文的情况之下呢，是看不到这个需求表的。然后后面都会写说还有多少堆叠啊，你会需要多少堆叠？是他说大概要三个。三组这样子，所以是三组羊毛，哇，他需要三组羊毛，还有栅栏原木，他会需要原木，他会需要八组的这个鹅卵石哦，八组的鹅卵石，所以我得带八组的鹅卵石过来给他，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三组的羊毛，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回去拿一下，他需要八组的鹅卵石，啊。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把他们可能会需要的东西送来。那首先这个是需要石砖嘛，不知道他多少，反正我带了很多给他。然后就是这一个他需要的是很多的鹅卵石啊，还有
栅栏，还需要羊毛。很多鹅卵石还需要栅栏跟羊毛嘛？他说要栅栏，羊毛大概需要三组嘛，然后还有一些栅栏，好像他不需要玻璃的样子，好像他不需要玻璃哦，所以应该没有关系。那这个可能会需要玻璃吧？很难说，不知道。哦，他需要的是一些木板啊，他需要一些木板啊。哇，还有西瓜啊？不是吧？这什么东西啊？他需要木板啊？会不会他需要很多呢？那这边的原木呢就很适合拿来给他用。哎，我身上就有了。那我现在暂时先玩一下英文版好了啦，没有关系啊，我懒得再切了，大家看得懂就好了，大家应该基本上都已经看得懂了吧，看了这么久应该也知道说这些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那所以他在这边，哦，他狂盖过来，看来他并不属于那种外面会有一圈东西的那种，不过这边倒是有一个地方可能应该让这一块呢涵盖这一个下去的才对，不过也没关系啊，现在这边的话呢旁边有一个池子是属于他的，然后再走过来这边的话，在这个它也并不算是外面会先圈一圈的那一种，然后池子在这边，那可能有两滩池子是属于它的吧。哇，它真的好需要羊毛。哇，那空间应该都够啦，这边应该也不会说应该是刚刚好会盖到那边去之类的吧。不管怎么样，他们两个人盖的速度呢都很快哦，所以我们等他盖一下吧。那在这一段期间的话呢，我想我就先去拜访一下其他的市民啊，还有那个快要生小孩的，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所以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到底哪一些人怀孕了啊什么。他需要的是一般的那个石头啊。哦，他需要的是一般的石头啊，不是吧，你在闹的吧。好吧，我们也要去准备一些一般的石头给他。还有就是我们的食物不够了。食物不够了。哇，结果我回来这边呢，我稍微又收集了一些食物啊，还有就是又买了一些石头之后，我看见这边有两个人，有两组人马又住在一起了，不要说人马，有两个人又住，不是啊，对啦，有两组又住在一起啦，意思是说我们可能会在新搬进两个人的意思吗？因为会有两间空房间就出来，不过现在人好像还是，果然有人搬到了那个十层楼那边去了，所以可能很快又会有新的市民搬进来了吧。然后这边还在烧吧，十片肉还有八片肉还在烧，那我再过去那边拿一下那边的鱼吧，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些他要的东西先送回去。然后大家看这个杂货店啊，他居然也会去收集这个胡萝卜来卖哦，所以胡萝卜也会在这个杂货店来卖，那现在又是西瓜一堆了，我是不是又该把那个卖西瓜的先解雇了，然后这些南瓜的我干脆先拿掉，还有他的马铃薯拿太多了，我干脆先偷一点走掉好了。我一直不断在偷东西，这个怎么跑来这边了？哦，原来也会有人来拜访这边这个码头啊，也会有人来拜访这个钓鱼的码头，哎，好酷哦。哦，大家看我的人口现在已经99个人了，就是因为他们有谁会去跟谁搬在一起，搬去住在一起啊，所以我的这个就会一直增加，我的人口就会莫名其妙的一直在增加了。就没有盖新房子，人口增加的话，就是反正他们自己会打情骂俏，然后谁跟谁就会去同居了这样子。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男性跟男性同居，女性跟女性同居的状况。哇，这一段路真的越来越长了，我真的是不知道跑多久，我才终于又跑到这里来了。那哇，他已经拿了这么多马铃薯啊，这一个厨师好像根本来不及做啊，一个厨师根本来不及做这么多东西，然后他已经有六包薯条了。六包薯条的话，好了，他们都会来这边买东西吃嘛，那就行了，那就行了。好，现在的话，赶快再去送我们的材料，然后呢，我这边又多带了一个这个，我有三组泥土的话，把它往这边塞好了。我又多带了一个这个哦，因为我们主要有三个主力建筑师嘛。那就可以再多盖一我不知道塞这个，怎么又进去了？不听使唤，他真是不听使唤。好了，我们的石头，我们的这个石斧也快要爆掉了。那其实，在玩这个模组的话，感觉好像你用中文版还是用英文版，好像没有、不是那么有差的感觉，因为这个模组里面所有资讯都是英文的啊，只是说你自己身上的这些物品啊，原本可能是中文，现在被改成了英文。可是基本上你看图示也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啦，现在好，所以不用想太多，我想我暂时先用这个英文版玩下去吧，这样我才可以知道说他们如果说要盖那个房子的话需要的材料啊什么的，心里会有个底啦，会比较好一点。那现在这一个的话，刚刚是忘了看他还需要什么，但是他现在是说他需要的是一般的这种石头，所以我塞一些给他。那他拿种子干什么？
种子你拿干什么？种子帮你丢掉。呵，那他是已经把一整个范围都盖出来了是吗？好像是耶。哦，他需要玻璃了。玻璃还好，我也有带着。那搞不好他也会需要栅栏，所以先放给他好了。OK 啦，那就交给他啦。然后这边这个呢，他需要原木，刚刚都忘了塞原木给他了。哇，一次三个地方同时在施工，再来就是第三个地方了，没有错，第三个地方也要开始施工了。然后呢，我们去找一下另外一个点哦。那他继续往后面盖的话，哦，后面算是一个花园了，是不是？看起来后面它应该要算是一个花园，它会需要泥土咯。刚刚泥土已经被我拿回去放了。哎呀哎呀，它需要泥土该怎么办？哎，那一个也需要原木啦。原木的话我身上还有啦，身上还有。好啦，塞给他塞给他。哇，真不愧是一些什么别墅啊，他们需要的东西还真是丰富啊，多样化，非常好。那我去拿一些泥土过来给他吧。我没想到他居然后面还要盖一片花园在那边。哇哦，现在好像越来越卡了，因为刚刚的话又有人搬去跟谁住一起啦，所以说不知道是不是又会有空房间出来。很难说的啊。因为他们会不会有可能是有些人是移情别恋的啊，就原本是去跟某人住一起了，然后后来又不爽跟那个人住一起，于是又搬到别人那边去住了。那这种情况就不会有多的空房间出来了，所以才会变成说，不过这个是啊，他是刚刚想要搬进来的人，现在的话搬到了一个洞穴屋啊，来了一个新的人，果然没错，所以现在人口到了100人了。好，我们的人口数终于是破百了。其实加我的话，本来早就已经破百了，刚刚99人的时候加我就已经破百了。他需要羊毛，羊毛我身上还有一些，可以给他。哦，他这边就有泥土了啊！天哪，来了来了，你的泥土来了，你的泥土来了，这盖个房子还要用到泥土了，真是够了。好了，然后我们赶快先看他的，主要看他的范围嘛，他的范围我记得是太长了。范围太长了，我在想他后面这边呢，一定是又是两棵树在这边哦，他范围到这边而已，所以后面呢刚刚好是到这里来，哇哇，真是太刚好了。然后他就开始盖了，所以说他的范围呢也已经确定了。那我们现在人呢是在这边，那这边是第一栋要盖的，等级10的人目前在盖这一栋，这个等级5的人目前在盖这一栋，所以说再来的话盖在这边好了，就盖在这边。因为在其他那边那个选项里面，这边也还有别墅可以盖，那这个别墅呢干脆就让我自己来住就好了，没错。因为它在其他的选项里面嘛，放这边吧。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等级3的这个 Bruce MC Cole， 也就是它。然后我们选其他这边，我记得应该在这里面还有很多种类的哦，所以可以看看说我们要盖哪一种哦。这个是木头，这个还有那个图书馆的，这还有图书馆的，这边还有一个是现代的，现代洋房，现代洋楼，很难决定到底要哪一种，这两个名称是差不多的，我想也不用先盖太大的吧，先盖这一种出来就行了。它会需要的是一组的这个鹅卵石，哇哇，石砖需要4组石砖，6个原木。6组原木才对，6组原木啊，哇，他需要6组原木啊，一些栅栏，一些羊毛，还有一些木板，哇，这个超贵的，这个真的超贵的。哦，在这边，在这一块的旁边，居然也显示出了他需要什么东西，哇，好方便哦。原来用英文版来玩的话，还真的是很方便，要感谢那一位伙伴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啊，这样子看真的很方便耶。那他需要的那个石头我已经一组给他了，那再来是需要4组的石砖，4组石砖6组原木，4组石砖6组原木。好难记哦，他已经快盖完了，他这边已经快盖完了啦。哇哦，那是洋楼吗？那是一栋别墅洋楼吗？这边这一个可能也快要盖完了吧。好吧，我们去拿6组石砖吧。